探光底下这个毛就晒得很白，其实这个后背都是灰灰的。没事没事。跑到这个叔叔的那个手机。哎，搞不出来，急了嘛他。啊，就这一根，掏出来。哇，那娜聪明的很，对吧？这只现在搞不出来，就先吃其他的，等有功夫了再回来整它，早晚都是自己的。有一点点稍微的反光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大家克服一下吧。挡也挡不住。这整个太空舱就被他做上来一点，就是完全不用担心他会从这个洞口掉下去，是吧？五天没看暖暖吃饭了，啊，那就补补功课，对吧？补补功课，多看看。每只熊猫都有自己的玩具，每只熊猫都有自己的玩具，内场和外场都有。咱俩今天怎么搞的？你想看你的网上？原来我坐在这里看，好看呀！这不好看，走！他会自己。这只是暖暖。人气太高了，全熊猫馆人都在这再来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
暖暖每次往这一坐，对吧？就是一坨坨，就往上面趴着，就显得特别可爱。什么的呀？哎，这还有一坨呢。大姐，安静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哟。吃完了不就下来了？他要下去了。看，我要看看。哎呀，这是。哇，他玩球。你看里面有一个竹笋，还要把那个竹笋。它那边有球。他想要搞出来。他想吃那个竹笋。看我们这个聪明的暖暖，怎么把这个竹笋拿出来？今天人多吗？今天还好。熊猫馆就目前暖暖这边人比较多，就暖暖这边人比较多，对吧？去了暖暖这边人就不多了。哎呦，好多漂亮！不能请其他的吗？那边有牛的。啊，娜娜正好在加餐，所以人气很高。这两只都不是小牛啊，是大熊猫。还有三个是大熊猫。哪个？小熊猫是另外一种动物。小小的。哦。室内的温泉的话，哎呦，这什么技能？狮子滚绣球是吗？太聪明了，就是还没出来。室内的温泉不是食堂哦，不是食堂，食堂的话只有这个别墅的房型和这个家庭食堂的房型有食堂。我们的森林温泉呢是公共浴池。还是没有弄出来。知道我们家养的哪两种？啊，伸手了，看到没？伸手了。老臭死。这只是暖暖。妈妈，我们给它取个名字。还没搞出来呀，宝贝。妈妈只会生闷气，对吧？什么？滚一圈都滚不出来，滚一圈都没滚出来，不知道滚到哪去了。这是深威。放弃了。看他的身体。暖暖最后选择放弃，再找那个架上看找有没有。架上没有了，只有球里有了，暖暖，对吧？只有球里面有了。
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对吧？暖暖一般上午活泼，一般上午活泼，下午的话一般都是睡觉的，对吧？一定要上午来看熊猫，一定要上午来，下午谁都不活泼，下午七只熊猫都不活泼，上午活泼。好，对吧？我们快乐的时光，对吧？也要结束了，是吧？大家这个，大家这个中午好。我们明天呢？明天早上还是9:30，对吧？我们还是这个号，给大家想看直播的，明天早上再过来。好的，大家再见。好，我们下一下播了。